Five children murdered in their own home, and the prime suspect is their mother. She said, you know, like, you need to come home. I said, is anyone hurt? And she said, yes. And I said, who? She said, all of them. Hi, 大家好吗？欢迎收听《黑天鹅》。2001年，美国休斯顿一位妈妈拨通了911。电话中，他用平稳的语调告诉派遣员，他需要警察到家里来。但当派遣员问他发生了什么事，他却无法给出明确的答案。人群和车辆很快地在他的房子外面聚集，封锁线的里外是一个个捂着脸的警员和惊呆的邻居。那一天，一位母亲面无表情地坐上警车离去，留下他的5个亲生骨肉在卧房和浴缸里。他究竟做了什么？出于何种动机？让我们从2001年的6月说起。2001年6月20号礼拜三早上大约10点，36岁的 Andrea Yates 独自一个人坐在家中的沙发上。稍早她拨了两通电话，一通打给警察，一通打给在上班的丈夫。现在她在等警察来把她带走，等着接受法律的制裁。警官们获报后赶到现场，一进屋就发现地板湿哒哒的，旁边的餐桌上还有好几碗没吃完的麦片。而双眼无神的 Andrea 只是像雕像一样坐在客厅不发一语，让困惑的警官们自己在屋内巡视。不一会儿，一个从卧室走出来的警官告诉伙伴，他在房间发现了三个小朋友和一个宝宝整齐地躺在床上，但毛毯下的他们已经没有反应。浴室浴缸里还有一个男孩面朝下飘在水里，他同样也没有了呼吸心跳。从现场的迹证看来，警方认为这五名受害者很可能都遭到强迫溺水。在警官将 Andrea 上铐带走前， Andrea 的丈夫 Rusty 回来了。他突破封锁线，趴在门外想跟妻子说句话，但屋内的妻子没有丝毫反应。Rusty 是名工程师，工作的地方就在离家约8分钟车程的休斯顿太空中心。一小时前他才刚出门上班，没想到此时此刻他的家庭已不复存在。Rusty 告诉警方， Andrea 患有忧郁症，前两天他们还有去看过医生。由于医生叮嘱他不要让 Andrea 自己一个人顾小孩，他还特别请妈妈，也就是 Andrea 的婆婆过来帮忙。遗憾的是，婆婆还来不及到，警察已经先来了。就是这么仅仅一个小时的空档，带走了6个月大的 Mary， 2岁的 Luke， 3岁的 Paul， 5岁的 John， 还有7岁的 Noah。他们的死因皆为溺水，而凶手正是他们的母亲。审讯室里，眼神呆滞的 Andrea 话不多，但非常坦白。她用没有起伏的语调向警探描述她的早晨，也承认她在丈夫一出门后就开始在浴缸放水，准备将她的5个孩子溺毙。What time was it that you got out of bed this morning? About 8:10. Okay. And who in your household was awake at that time? My husband, Mary, and Paul. After you drew the bath water, what was your intent? What were you about to do? Have the children.Andrea 的忧郁似乎比丈夫描述的要严重很多，她面无表情，眼神呆滞，大部分的时间都不说话，即使终于开口回答问题，语句也破碎不全，更不用说她头皮上那一块一块的痂和秃头全是她自己抠出来的。当警方细查 Andrea 的医疗记录，才发现她的症状是源于产后情绪障碍。从1994年到案发的2001年， Andrea 总共怀孕6次，虽然只有5胎健康出生，1胎遗憾小产，依然意味在这7年间，她都不间断地在怀孕及哺乳。案发2年前， Andrea 曾因为自伤行为被强制住院2次，当时她就被诊断患有重度忧郁和产后思觉失调，医生也告诫她和丈夫不要再生孩子。然而这份叮咛似乎被当成耳边风，因为1年后 Andrea 的小女儿又哇哇坠地，而 Andrea 的症状也如医生所预测的那样急速恶化。现在问题来了，如果 Andrea 2年前就已经确诊产后思觉失调，医生也严厉警告过她和丈夫再怀孕的危险，为什么她俩还执意要生呢？再来，丈夫 Rusty 明明说在案发2天前他们才刚看过医生，代表 Andrea 有在持续接受治疗，那她的情形怎么不见改善，甚至失控到赔上5个孩子的命？这两题的答案大致有3个：Andrea 的基因人格，她和 Rusty 的宗教信仰，还有当时他们所处的时代背景。
接下来的影片我会按照这三点顺序为大家做讲解。 Andrea Yates 是个什么样的人？被问起这个问题，所有他的亲属、朋友、同学，只要是跟他相处过的活人，给出的评价都非常一致，那就是 Andrea 是个活脱脱的仙女。她聪明有爱，品学兼优，做什么事都一定做到顶尖完美。高中时期她是游泳队冠军兼队长，也是成绩第一名的毕业致辞代表。大学她选择念护理，一样四年一毕业就顺利成为护理师，在癌症中心服务。那一年 Andrea 才22岁，前途可以说是一片光明。1989年也是 Andrea 出社会工作的第三年，她遇到的丈夫 Rusty。 Rusty 风趣正直又聪明，当时25岁的她在 NASA 任职。两人交往四年后结婚，结婚三个月后 Andrea 就怀孕了。隔年老大的出生为她八年的护理师职涯正式画上句点。这对新人郎才女才又双喜临门，他们洋溢的喜悦光看照片就能感受到，但众人没有看出来，可能连 Andrea 自己也没有察觉，危险已经在悄悄逼近。婚姻能否和谐有许多决定因素，但对于 Andrea 和 Rusty 这对夫妻而言，宗教信仰在他们的生活扮演了极重要的角色，甚至可以说是本案会发生的关键。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 Rusty 在大学时期就接触到一位名叫 Michael Wernacki 的传教士，这本身没什么毛病，但会让人扬起眉毛的是这位传教士宣讲的理念。Wernacki 和他的妻小住在一辆改装巴士上，他们周游列国，四处传教。人们时常会看见他们身着奇装异服，在校园周边举牌大喊着自家版本的福音，像是上帝会毁灭这个世界，你们全是罪人，全部都要下地狱。还有像是引用圣经马太福音18:6，告诉信众说孩子是唯一的例外，反倒是养育他们的大人如果让后代叠交犯罪，那不如就在脖子上绑个石头跳海自尽。Jesus does single out one group, children. But whoever causes one of these little ones who believe in me to stumble, it is better for him that a heavy millstone be hung around his neck and he be drowned in the depth of the sea. You mean, Jesus, you're saying to kill yourself? Yeah. Wernacki 强烈的传教风格怎样，我们不多做讨论。接下来我们将重点摆在此人的理念是如何影响 Rusty 这对夫妇。 Wernacki 音节很多，念起来麻烦，所以为了讲述方便，接下来要提到他的时候我们就叫他教主。 Rusty 在与 Andrea 交往时就把教主和这个信仰也一并介绍给了他。他们两人虔诚到何种程度，从他们结婚之初就可见一二。在他们1993年的婚礼当天，两人就在宾客面前直接说了他们不会节育，意思是上帝给他们几个孩子他们就生几个孩子，而这个宣告也很快的应验。1994年2月，他们的大儿子 Noah 出生。1995年年底，老二 John 来报道。1996年， Andrea 三度怀孕但流产。1997年9月，她顺利诞下老三 Paul。 1998年年中， Andrea 再次怀孕。1999年2月，她生下老四 Luke。 名单我们先念到这里，补充一下截至这第四胎的几年， Andrea 的生活大概长什么样子。 Where's Noah? Where's Noah? 由于夫妻俩的信仰教导他们要过简朴环保的生活， Andrea 每一胎都坚持亲喂，她也让宝宝们使用布制尿布，所以如果尿布脏了，她就要赶快手洗晾干才能再用。只是说宝宝接连出生，等于他不是在哺乳就是在洗尿布的路上。1996年， Rusty 接下公司安排在佛州的短期任务，也决定把全家人一起带去。考虑到只会在那里待半年， Rusty 决定买一台行动拖车代替房子。他们夫妻打算那六个月就住在拖车公园，省去额外置产的手续和开销。一个行动拖车要住四口人再加一个新生儿，空间够大吗？夫妻俩觉得可以，但遗憾的是 Andrea 在搬到佛州后就流产了。隔年1997年，他们搬回休斯顿，但并没有住回原本的房子。 Andrea 产下老三的时候，他们一家五口仍继续住在行动拖车里。也就是在这个时候， Andrea 开始跟教主的老婆通信。根据新闻报道，教主老婆总是告诉 Andrea 她应该要当个更好的妈妈，说她是夏娃邪恶的后代，要她悔改。教主寄给信众的刊物里也印着关于这个主题的诗，内容大意就是在谴责现代的母亲有多么失职。
教主这么激进的教导究竟有多少人能接受我不确定，但 Rusty 和 Andrea 似乎是他忠实的追随者。因为在1998年，为了效仿教主的生活方式， Rusty 卖掉房子，买下教主改装成行动住屋的巴士，带着 Andrea 和三个孩子住了进去。次年1999年， Andrea 产下老四，为这个不到10平的空间再添一位新成员。老四的来临是本案的一道分水岭，因为此时的 Andrea 不只在重复我们上述哺乳洗尿布的行程，他现在还多了老师和看护两个职责。Rusty 说，他们夫妻决定让5岁的老大和4岁的老二在家自学，而因为 Rusty 得出门赚钱嘛，孩子当然就要由 Andrea 来教。不幸的是，此时 Andrea 患有阿兹海默症的父亲也传出病情恶化。即使家中还有四个哥哥姐姐，拥有医护背景的 Andrea 依然觉得自己有义务要扛起照料父亲的责任。于是喂奶、照顾四个小孩、做家务、教书和照顾重病的父亲成为 Andrea 的日常。这行程紧凑的程度已经不是时间管理大师可以形容。听到这里，大家一定想问，工作量这么大，他一个人负荷得来吗？但在 Andrea 的认知里面，这个问题从来就不存在，因为一个好妈妈、好妻子、好女儿就应该要全部都办得到。然而一个人承受的若是太多，即使嘴巴不讲，身体也会替你走漏。 Andrea 第一次发出哀嚎就在老四出生后的第四个月。1999年6月16号，正在上班的 Rusty 接到 Andrea 打来的电话，恳求她立刻回家。 Rusty 赶到后，发现 Andrea 一个人蜷缩在巴士后方发抖，啃咬着自己的手指头，她的嘴里还不断地念着，我需要帮助，我需要帮助。Rusty 认为妻子只是太焦虑了，于是他决定把妻子带去岳父岳母家，看看长辈的陪伴是否能让妻子缓和下来。没想到隔天 Andrea 吞下一整瓶大约40克的抗忧郁药物，企图一觉不醒。幸好他妈妈及时发现，将他送医，才替他捡回一命。后续 Andrea 在医院住了几天，但他无论是在小组咨商还是一对一诊疗都不说话。明眼人都知道 Andrea 的病情急需救助，可是偏偏这时候医生说遇到保险问题，必须让 Andrea 提早出院。所以就这样， Andrea 带着转诊单和一瓶新的抗忧郁药物再次被送回父母家。回家不到一个月，7月20号， Andrea 又一次被强制送医，这一回的理由是用刀自尽未遂。这个部分我有找到监狱的访谈画面，让 Andrea 自己说明为什么他会这么做。 Why did you want to kill yourself?这一次自我终结未遂，让 Andrea 在医院住了10多天。她也终于告诉医生，她自从生完老四之后，就开始会看见血腥的画面，还有听到声音怂恿她去伤人。所以她试着保持沉默，并极力压抑这样的想法，避免自己真的去动手执行。医生因此诊断 Andrea 患有重度忧郁和产后思觉失调，并让她开始服用强力的精神药物安乐平。这里我们补充一下这个病症的资讯，产后思觉失调是比产后忧郁更严重的病症，它发病的时机约在产后几天至几周，其常见的症状包含妄想、幻听和情绪不稳定等等。此病症发生的几率虽低，但危险性高，1000名产妇中有1至2位会遇到。若不及时诊治，患病者将有 4% 的几率会去伤害小孩。由于 Andrea 的家族有忧郁相关病史，这让她患病的风险比一般人高。万幸的是，这次医生开给 Andrea 的药非常有效，服药才短短几天， Andrea 就有显著的改善。 Rusty 说，在还没出院前， Andrea 就已经可以跟她有说有笑，进行正常的对话，这让她一扫阴霾，对妻子的痊愈充满希望。不过主治医师希望 Rusty 不要大意，他警告夫妻俩不要再生小孩，因为怀孕很有可能会导致病症复发。 Andrea 的父母亲也不敢乐观，他们要求 Rusty 停止巴士生活，买间房子给妻子养病。 Rusty 照做了，他买下一间位于克利湖社区的房子，他有3房2卫，还附带一个大草坪，可以停放教主卖给他的巴士。 Rusty 也请来妈妈帮忙带孩子，减少 Andrea 的工作量。定期服药回诊和生活方式改变，让 Andrea 的病情大幅好转，她恢复运动习惯，恢复社交，生活好像成功步回正轨。然而正是这个错觉，让夫妻俩将医生的叮咛远远地抛在脑后。一直以来， Rusty 和 Andrea 的信仰告诉他们要生养众多，所以如果病好了可以怀孕，就没有不生小孩的理由。于是 Andrea 在出院几个月后自行停药，并于隔年年底生下老幺 Mary。
由于老幺是五胎中唯一的女孩，他们夫妻俩实在是开心得不得了。然而他们不知道，这份喜悦将会在几个月后化成猛兽，张口吞掉他们所拥有的一切。2001年3月，也是老幺出生后的四个月， Andrea 的父亲不幸病逝。这个噩耗给 Andrea 带来前所未有的打击。也就是在这个时候， Andrea 开始出现自伤行为，他会把头皮抠到流血秃头，把双腿抠得坑坑巴巴。他不愿意进食，也不愿意给宝宝哺乳。 Rusty 见状再次把 Andrea 送医，不过因为这次选的医院跟上次不一样，诊治 Andrea 的医生也不同人。他不知道 Andrea 过去有幻听幻觉的症状，而 Andrea 本人也没说。于是住院几天后，医生就开药让夫妻俩回家观察。不到两个月， Andrea 又被强制送医，原因是来帮忙顾小孩的婆婆发现她在非孩子们洗澡的时间把浴缸放满了水。婆婆问她为什么，她也不太回答，总之整个人看起来行尸走肉，连大儿子 Noah 都说妈妈怪怪的。这一次入院的情况如何我就不多说，因为跟上一次一样， Andrea 又在病情没有改善的情况下出院。案发两天前，就像 Rusty 所说，他的确有带妻子回去医生那儿回诊，只是回诊的效果如何我们全部人都很明白。这段时间 Andrea 没有跟任何人说他在想什么，但宗教的教义合并他的病情，让他深深相信他已经被撒旦附身。他觉得他的头皮底下印着恶魔的数字666，所以他一直去抠，想把它抠出来。他还认为他是一个坏妈妈，所以他的五个孩子也会跟着长歪，长成十恶不赦的大罪人。因此他觉得他得尽快动手，否则最后孩子们会下地狱，永生永世受苦。 What were you trying to accomplish then when you did take your children's lives? Maybe in their innocent years, God would take them up. And if you had not taken their lives, what were they in double? I don't know. It's better to tie a stone around your neck and throw yourself in this.2001年6月20号， Andrea 在丈夫出门后将浴缸放满水，接着她把三岁的老三 Paul 喊过来，再来是两岁的老四 Luke， 紧接着是五岁的老二 John， 然后是六个月大的宝宝 Mary， 最后七岁的老大 Noah 因为有听到声响觉得不对劲，试着要逃跑， Andrea 还得去追，把他从门口给抓回来。那一天，这五个以圣经人物命名的孩子被 Andrea 用极为残忍的方式送回天堂，而 Andrea 也心甘情愿戴上手铐，准备面对自己的地狱。如此骇人听闻的事件一传出，当然是立即激怒了整个休斯顿。一派人痛骂 Andrea 心狠手辣，另一派人谴责 Rusty 离谱失职。民众对于谁的罪责更深重这点虽然看法不一，但有一件事是绝对肯定的，那就是大部分的人对产后思觉失调都还很陌生。多数人认为有病归有病，但血债就应该血还。当检察官将 Andrea Yates 以一级谋杀罪名起诉，他们很明确地表示将会求出死刑。无论如何，司法都要 Andrea 为自己的行为付上代价。令人讶异的是， Andrea 本人也是这个做法的支持者，因此一开始他并不配合律师提出精神失常抗辩，他觉得他的确是撒旦的化身，死刑本来就是他应得的惩罚。最后在辩护团队、丈夫与家人的劝说下， Andrea 才终于让步。2002年2月18号， Andrea 的第一场庭审正式开始。这一个月的时间，辩方要想办法证明 Andrea 真的病入膏肓到精神失常，而控方则是要说服众人 Andrea 虽病，但她可以分辨是非，可以计谋。辩方律师的辩护细节我们影片前半段都说过，他们提到 Andrea 的个性要求完美，但生产让她陷入忧郁，不间断的怀孕和忙碌的生活使她病情恶化，但宗教信仰又告诉她要当个好妈妈，不然她会害孩子下地狱。当她试着自我了结，她已经确诊产后思觉失调，可对病症的不了解让她和丈夫选择继续生育。最后她父亲的离开将她推向悬崖，而她的病让她相信自己是个坏人，认为要让孩子们上天堂的唯一方法就是得在还来得及的时候终结他们的生命。If this woman doesn't meet the test of insanity in this state, then nobody does. Zero. We might as well wipe it from the books. She was so psychotic on June the 20th that she absolutely believed what she was doing was the right thing to do for those children. 但检察官有不同的见解，他们同意 Andrea 是生病了，但他分明知道自己在干嘛。
例如她会等丈夫出门才开始在浴缸放水，她也知道她要在婆婆抵达前动手。事后她还主动打电话报警，说明她的确晓得自己做的事情不对。这边必须要提一位检方的专家证人 Park Deeds， 接下来我们叫他 D 医生。D 医生是精神科医师，也曾在知名影集《法网游龙》担任顾问。为检方作证时， D 医生表示，他认为 Andrea 的行为是为了报复丈夫一直以来的忽略和非常态的生活模式，而用浴缸作为手法是他看了《法网游龙》所得到的启发，因为里面有一集就是女主角用浴缸将自己的骨肉溺毙。检察官在结辩时特别提到这段法网游龙的证词，用以强调 Andrea 的思路清晰，说明她是为了脱离痛苦的生活才计谋除掉五个小孩。 These thoughts came to her. She watches Law and Order regularly. She sees this program. There is a way out. A way out. 2002年3月15号陪审团在经过四个小时的讨论后做出了裁决，他们判定 Andrea Yates 一级谋杀罪名成立。We the jury find the defendant Andrea Pia Yates guilty of capital murder. 三天后 ，Andrea 被判处终身监禁，服刑期满四十年，得以申请假释。正当众人以为庭审即将要落幕之时，案情出现了大反转。法网游龙的制作人表示，他们从未制作或播放过有关主角以浴缸溺毙孩子的集数，意思是当前的法网游龙没有这一集，制作单位也没有计划要推出相关的内容。由于 D 医生后来也公开承认自己的证词有误，辩方律师因此争取到案件重审的机会。2006年这第二场庭审的过程我就不赘述，因为控辩双方的团队组成相同，论述策略也跟上一场一样，唯一不同的是上一次法官已经判处 Andrea 终身监禁，所以这一次检方不得再求处死刑。另一个影响重审结果的关键是时间。在第一场庭审判决出来后，许多讨论产后情绪障碍的报道和文章也纷纷出现，加上心理健康团体与机构不遗余力的宣导，大众对于产后思觉失调已有更深一层的认识。简而言之，风向已经改变。2006年7月26号，在经过三天共13个小时的讨论后，陪审团判定 Andrea Yates 精神失常一级谋杀罪名不成立。这个判决结果让 Andrea 的家人松了一口气， Rusty 和他妈妈也在记者面前分享他们的喜悦。 We're all, you know, thrilled with the verdict. Last time the judge said, find the defendant guilty, and we just thought she left out the word not, and this time we heard it, so we're happy. 2007年至今， Andrea 都住在德州的科尔维尔州立医院。依照规定， Andrea 每年都可以接受一次评估，让专业人员判断她是否可以离院。然而截至2023年，记录显示他每年都主动放弃这个权利，选择继续在医院里接受治疗。2005年3月 Rusty 与 Andrea 离婚，隔年2006年，也是 Andrea 第二场庭审开始的前几天， Rusty 和女友结婚，两人后来育有一子。不过根据报道，他的第二任妻子已在2015年提出离婚申请。2023年 Rusty 接受媒体访问的时候，他表示他过得不错，虽然跟前妻离婚了，但他很开心能再成为父亲。 How are you doing? Pretty good. Life goes on. I'm married again and not married anymore. We had a son, he's 14 now, and such a joy. Very happy. Very proud of him.Andrea 的案子发生后，德州通过了法案 CSHB 341。 该法案要求医生和医院必须告知产妇有关产后心理健康问题的资讯，并加强产后忧郁及产后思觉失调的筛检与治疗。能够立法让大众的意识更提升当然很好，但这也让我思考起这项法案能如何帮助 Andrea 或是和她处境相似的人们。当时 Andrea 不是不知道自己生病，她是知道的，但为什么她没有把她的幻觉和幻听症状告诉丈夫和第二位医生？她是不是害怕说了会有什么不好的后果，像是丈夫排斥她、社区害怕她，甚至更糟一点，失去她的孩子？如果她对自己的要求那么高，要承认自己需要帮助是不是很难？想了一圈，还是回到原点，唯有心理健康问题去污名化，并可以被广泛的讨论与接纳的那天，所有心伤的人才能没有顾虑的发声。希望这部影片的最后能鼓励每一个人把自己的心理健康放在首位。我们的身边也可能会有教主，可能会有搞不清楚状况的伙伴，有时候甚至是我们自己一直在追求的人事物会蒙蔽我们的双眼。所以如果觉得累，就停下来休息，试试把心里的负担倾诉，
只有照顾好自己了，才能走得长远。今天的节目到这边就结束了，如果你有什么想法，也欢迎在频道的下方留言，跟大家一起讨论。我们下期节目见，拜拜。